张信哲、黄品源闯歌坛，爆黄玉玲是大贵人。男首播主打呢是你的眼泪，但是呢不见起色，黄玉玲老师也帮了忙，再丢一个第二波主打，如果不中就算了。结果没想到一打下去了以后，你怎么舍得我？然后就开始有生以来的第一首歌其实是唱他创作的《你是唯一》，我跟阿潘也是因为小林的关系，他的夹带，我才有机会上你的节目。小燕有约，玉玲准时相约。